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PQ 分别是这两个方程式的实数解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哈，我们来确认哈，这个方程式呢，它只有呢一个解。好，为什么它只有一个解啊？因为那个我就把这个移过去嘛，就 log 哈，以二为底 x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负 x 加7啊。那我令这个叫 y 的话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呢是这个函数图形，啊跟这个函数图形哦的交点就是它的解，哦同时满足呢，同时满足呢就带进去的话要同时满足呢，这两边的等式啊，所以它的解的话呢是多少呢？我们看哦，这个函数的话哈是对数函数嘛。所以它的图形是这个样子，哇，这个是一零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哈、哦，它是这个函数啊，它斜率等于负一，啊，截距是7，哦，七在这里啊，斜率负一嘛。很显然的话呢，只有一个解啊。好啊，这个也是只有一个解，好、哦，这个的话呢，可以写的话呢。这个就可以写成哈，二的 x 等于7减 x 嘛，啊，另这个等于 y， 好，那 y 等于2的 x 方的话哈，它图形什么样的图形呢？图形呢是指数图形嘛，这样子，哇，这是01啊，跟这条直线它只有什么呢？只有一个解。好，那既然我们晓得这件事情以后的话哈。所以呢，这个 PQ 哈、哦、是这两个方程式的唯一解、啊，那我就把 P 带进来了。哦 ，P 跟 Q 要满足呢这个关系式，哦，就是 P 哈、哦、减掉7加上多少呢 ？log 以二为底 P 哈、哦，这个等于零啊。然后呢，也要满足这个关系式，哦，就是 Q。减掉7、哦、就是第二个解 ，Q 是它的解嘛，加上2的呢，这个 Q 次方、哦、等于零、啊、好，那现在的话、哦我如果、哦、我如果把这个什么呢，我就令什么呢？令哈、哦，令这个二分之 Q 的话、哦、我如果令它。叫做 T 好了，叫做 T。那如果另外要 T 的话呢，这个方程式就变成多少？这个 Q 的话就等到 Q 的话 ，Q 的话就是两边取对数嘛，以二为底 T， 这个就变成 log 哈，以二为底 T， 啊减7，啊加多少呢？加 T 等于零好，那这个东西的话哈。是什么呢？这个我把它摆过来，就 t 减掉7加上呢 log 以二为底 t 等于零啊。好，那这个 t 的话哈、哦、，t 的话呢，它满足什么呢？满足 x 减7加上 log 呢以二为底 x 这个方程式啊，就 t 满足这个方程式嘛。啊、我们刚刚已经讲说哈，这个方程式只有一个解嘛，那 t 既然也满足方程式，所以 t 也是它的解，那只有一个解的话，那 p 也是满足它的方程式嘛，所以现在 t 就等于 p 啊，所以就得到结论就是说哈 ，t 的话呢就等于 p 啊，所以你就把 t 给带掉 ，t 就等于 p， 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呢是 log 呢以二为底呢 p 啊。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以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现在哈，现在的话呢，这个，那二分之 Q， 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 ，log 以二为底 P 的话就是等于 Q 嘛，所以这是 Q， 那现在变成多少？变成 Q 加2的 Q 次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那 Q 加2的 Q 次方的话哈，在这里啊 ，Q 加2的 Q 次方。这个就等于7啊，
我把七移过来，这个就等于七呀、啊。所以像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七，就是这个等于七呀、啊。所以这答案等于多少？答案就是七。